点，车主还有很多样样的要求，啊，不管你是专业人士也好，故事师也好，时间到了还会漏，他做了四个多月，啊，他问了刚音乐这边有写，啊，8月6号，2020年哦，他用了四个月，我算他好，我车主问我这个看我会做吗？这漏油漏到这样，看嘛这边，啊，这里公司黑黑的。哦，不管我们雇了书大学生也好，哦，拿经验也好，我们公司人也是可以拿来示范，有些医生不会，哦，保命也是不会，有些拿来示范，哦啊，现在车主突然间所讲的血压机构条，装这血压一根啊，啊，还有这些漏油啊，哦，血压这样过条，我们刚才拉，啊，他的车没有漏油，叫过车。给你看一下啊，车没有漏油叫过车，哦，它已经是人家喷个黑黑的，这个我是刚磨出来，表面只有忘了干冰表，忘干冰表，忘哦忘那个油，哦那个黑油啊，干冰表我个泵啊，做了1400块，哦，他最后也是叫我跟他协助，他之前漏油漏这边，啊，那是给林这边，他之前漏油了，哦，我们也没有抢表面的功劳啦，功劳不用去抢。啊，这里漏油，他绑个塑胶，看嘛这边，啊，我跟他弄好了，现在他又叫我跟他弄回去，这边漏油。我讲老板，我们人生出来没有八会耶，不管什么专业人士哦，跟他做了四个月还会漏啊，我因为他的塑胶不够好，公司没有可以做到有的公司，我们刚才像医生要卡高啊，啊，要欧巴，不是欧巴号，这卡高跟他刚拿出来。我这个整个刻的，刚才拿，哦，这个公司，有个公司没有做到有个公司，哦，车主都很满意。还有那个狗，哦，这个水坝已经放第二个，我给他拿借空卡，一下子啊，这个没有撤了，怎么会夹住嘞？把这些勾，我们刚才换这边啊，塑胶绑紧就好了哦。现在好，这里公司漏油啊，漏油这个公司可以测哦，这个叫八角，哦，刚才测了，为什么好这里公司会漏油呢？啊，这个有一个勾，有一个有，看一下啊，应该是可以拿个醋的这个。哦，我们人生出来没有讲会包会，要慢慢去学。哦，塑胶都忘了啦，哇，这样紧哦，紧就好了，紧就好了。这些塑胶用回去了，卡过紧了，测试你啊，锁紧就好了，不用死牛锁的，锁啊螺，靠过紧螺丝也是会灌。这个还有一个黑个钩可以测的，因为它是漏油漏了不会好啊。我刚才测了啊，它里面有那个塑胶，根本它忘了东西也是会漏哎，做了不久又会漏啊。这些欧林还可以用回去了，不讲音调，还有欧林也是很贵哦，这种测工也是要100多块哈。我是跟他讲啊，有些车主不管什么车哦，叫我帮忙也要听我讲。哎呀，他妈拿查，死啊！我拿查看，不用紧了，测不上了。有，哦，你有查一点干没？我这是叫 CC 啊，用回去。哦，他没有音阶了，是啊，基地公司。哎呀，斌哥，可能咬住啊，这样紧啊，还是
这样子错不错、啊？那这里可以准供个，啊，这里可以准供个，看嘛，我手是手转，还是漏油漏这边。啊，旁边有上一天我问他，然后讲讲有测，没有那个扁个。好，要我啊挖出了，挖出了就可以，等下一下子啊，我跟我进来一点东西啊。我几分钟，几分钟，我先拿一下。哇，没有电好测啊！哇，挖它，挖它出来，是这样的挖，挖个出个。不可能这样紧啊！他说我去研究一下啊、哦，肯定挖个出个啦。怕他有插那个杆嘛，还没有插杆就好做，因为它这跟纸壳和塑胶和 O-ring， 它里面有一粒 O-ring 的，不会就要请教问人家哦，讲你是学，我们公司深处啊没有讲会拔会呀、啊，还有很多人学不会，哦，车主叫我协助哦，他车以前是铲铲的哦，有些人叫薄面，我两个没有洗，叫这个叫不是做薄面啊，这个叫竹青卡。啊，这叫路边客，有些车主好的顾客，我介绍给他们去也是一样，还要自己下手。这个地公是我忘个，2019年5月，我忘了公司我去做 marketing， 我跟我再研究一下。